从这个台湾跟大陆这边有交往，我就来的，因为他们是在台湾组队过来，我是在深圳，我在深圳有点小小企业在开，所以每年他们过来，我都在深圳过来，但是我在机场一下飞机，有看到是飞两个字，飞两下哈，我们好像游子啊，飞两下香了。